简简单单吃个泡面。姐姐，来点汤。好的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想吃锅包肉。每天吃我锅包肉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吃好吃的？我请你吃这个泡面好不好？那什么都可以吃吗？四条街的小吃随你选。爸爸，我想吃这个很久了。这个牛肉串吗？老板，哎你好，来一串这个牛肉。OK， 很好吃啊，宝宝，你也吃一个吧。好。宝宝，我还想吃个鲍鱼。这个鲍鱼吗？直接来一个鲍鱼放在泡面里面。好的，给你挑个最大的给你啊。好。好。来，谢谢。吴昕，宝宝，嗯，吃这个。宝宝，这是提拉米苏加泡面里面吗？裴总，泡面怎么能让小姐姐来？我来。宝宝，吃草莓味的。姐姐。来一个草莓味的提拉米苏。好嘞，宝宝，我帮你的提拉米苏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宝宝，要不要我们去吃那个虾滑？对呀。老板，要一份铁板虾滑。好嘞，老板直接加到个泡面里面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哇，宝宝，这个猪蹄看起来好香啊。阿姨，来一个猪蹄。好嘞，出发一个。我买单。龙哥，你把泡面给我吧。好的。你先去忙你的。啊，好的。嗯，拜拜，宝宝。你在看什么？还想吃淀粉肠。可是他们都说淀粉肠是古尼做的哎。没有哎，你们猜一下，我这边都有证书了。他是有证书的。那一来一根淀粉肠。哎，好的，准备好了，小心烫哦，刚吃过的。好，谢谢。淀粉肠好好吃啊，宝宝，你要吃什么？我尝一下。好吃吗？可以。但是我要回去上班了，宝宝。可不可以不去上班？干嘛你要我啊？